师傅，请用茶。两位师兄，请。师傅，师傅，躲开树影，恁也来呀。已经上山来了，本真担心师父你的安危，总算等到大水消退了后，本就马上渡河入山找来呀。地主二零对随师父渡河，十分的惭愧，请师父接话。哎，不用如此，不必挂怀在心，起来，起来呀。诸位师兄，你拢要带下吗？那安尼，我来去准备用斋。且慢，善终不变，阮有准备美人，圣贤师弟，师兄来，请你随师兄到上接了准备斋饭。是。哦那安尼吼，我等免烦恼，无必通好煮，伫遐伤脑筋。诚意师兄，我来甲你斗三工。也是你，想得周到啊！看起来有遮个美娘，咱就会当伫遮加等几工啊咯。哈？敢讲？这德清禅师无伫咧山中吗？唉，我来意气，几工之前，伊就入京面圣谢恩咯。阮互相相出路啊，真是好事多磨。德清禅师伊毋知影何时才会倒转来啊，所以啊，咱就只好。尽量留下来等啊。各位师父，啊，恁下山了哟？啊，是安怎？代志无顺利吗？哎，大家拢忧头甲面啊！阮要拜访的德清禅师一直无转来。所以，阮就直接落山咯。哎呦，安尼无彩哩，一路迢迢，遮尔啊辛苦。是啦，小贵，麻烦你替阮准备房间，阮明仔载透早就要离开遮。哦，好，安尼我随叫人来准备吼。师父，一摆错过伊德清禅师见面的机会，唔知影何时。才会当甲伊参详，这克总大师啊，已经等这么侪天啊，德清禅师伊并唔知影咱伫遮等伊，有可能搁伫咧京城逗留，嘛有可能手游他处，什么时阵会转来，就真歹讲啊。师父，不如咱先回京城，再做打算啊。敢讲是我福德浅薄，原力不足吗？Thank you.
师父，咱无得靠哪倒去惊啥？地藏禅师嘛还佫伫咧遐。精神所至，金石未开，就算这一摆袂当相见，他日必定再来拜。尚有伊德清禅师见面的一天。也已经真暗了，大家准备等明仔赶路回转。是。店头家，店头家，开门啊！来啊，来啊哦！来面请，啊！唔知影两位师傅这么晚来这，是要带店许？阿弥陀佛，阮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店头家，这是不是有一位达观禅师带在这？啊，伊敢离开啊？阿伯，阿伯，阮是魏罗山林爷，赶来找伊。哦，还得带在咱这，带在这。文静是达官啊，文静德清，是你，是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终于见面咯，哈哈哈哈，各位师傅啊，来来来，恁家坐，恁家坐吼。啊，豆豆啊，讲啦，我来内底吼，全迄茶水，互你啉吼。多谢，多谢。小叔，坐坐坐。叶千小叔，你来得正拄好，不明仔载就要离开啊，你急忙来到，拄好弥补家属的遗憾呐。哎，令得相见，何来遗憾呢？对你永无依旧咯。真是生平快乐之书咯！找你哭，找你哭啊！看到两位师父如此欢喜，弟子也十分的欢喜啊！
只是这次为着客人大众来访，师傅，咱也未向德清上师详细禀明啊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伤过欢喜，重要的代志煞未记甲你讲哦。我在家中已经听闻这件大代志了，只是现在夜深，不宜相谈啊，也不如恁大家先休困啊，明仔又要东回庐山小段，咱才中堂继续心中参详。哦，辛苦，辛苦啊！哎呀，好不容易才见面，咱一定要好好畅谈一番。好。开启伊新作《永乐年间》，至今160年。这段期间，明德所写的经论历经修炼，这回神庙奉太后命人补刻，奉上刊印15部的大藏经，颁证天下。其中一部送到庐山，所以我入宫谢恩啊。安尼。这部大藏经即马是伫咧何处咧？因为草堂简单，无法度收藏，暂时是放在山脚的挂户啊。那地方上，我正伫咧福建服侍要供奉啊。咱的计划是依照八藏进行翻刻，雕定新经部的藏经。如何作为标准，然后依据南宗再做校对修正。八宗的编排分明，依照千里文来排列整部以后，将近7000卷，这内容是非常的多。永乐开刻，以朝廷之力，以往费了19年的时间，但啊，凭民间的力量。要完成，恐怕要更加久啊！所以这几天，我已跟德清禅师参详了后，我拢认为，只要刻完一部分，就会当马上开放，予大众。随请随应，尤其是大乘诸经摆在前面，安尼更加会当加速流传，广为教化咯。那安尼，这办法真正是太好了。安尼，红笑版的经书真紧就会当出来啊。弟子，我也认同此做法啊。咱
感恩贤叔，贤叔，你战斗克敬之术啊，而且佫愿意甲咱大家共同努力，所以有你的协助，看来出战大事可行呀。关贤叔，妙赞咯！弘扬正法是佛弟子的本分事啊！德清愿意出面伯之力，在一方提倡为克总之师，尽我力量。太好，太好了！你敢知影？我此行来，会当得到平生知己，而且阁会当共谋。克总大事，吼吼，我真是满载而归咯。是讲，歹势呢？啊，阮师徒遮济人，伫恁的山中已经交了真济工咯，也应该倒转去皇庭宿舍，继续目击现象。为客总奔走咯，贤叔，你职业为重，德清不敢强留啊，为其大愿早成。哦，真是第五者，德清呀，讲起民间丢币乞一大足金，这是一件好事啊。也毋过，皇上不久之前才颁下十五宝大足金，予天下各是伊。若是搁再老臣废在，乞总已经敢袂想过多疑？母亲命了太后，体谅众子辛苦。不过世上也有真多未文化之人，客从印经会当普及佛道教化，利益众生，自然是大道一心啊。功德有理。启禀圣庙皇太后，达官禅师已赶认定觐见。本经达官躲开法本。今天圣庙奉太后，阿弥陀佛。三位上师免礼，拜见法师安好。安好，安好。本宫且诸位上师前来，是听闻地法大观吸引大足经，单行、两行，甚为赞叹。特别向您表示加冕之意。多谢太后垂爱，我等感恩不尽。另外，我嘛有意请皇上下旨，拨下所需要的金粮，助力完成协作。定意下如何？承蒙
太后关心，但此事达官认为无适当。达官尚书，你如此未免太不识太计了。尚书拒绝我的好意，是何道理？太后，皇上英明，天生道，朝廷内外负担多，身为子民。就是开国库，增加朝廷的负担，这就不应该。更何况，此事我定啊！我定负荆扬名声，欺凌敌人。用我推，公子自在笑变济，不为君父添问题。铁镜风高大花烟，东阳西林敬福殿。该贡献，东江花醉，好无边。你的用心，我已经了解。也不过，本宫也想要更加丰富点嘛。太后啊，你有这份心，对客众表示最大的关怀，那就已经功德圆满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就依照你的心愿去办吧。太后终身如流。神上加身啊！感恩太后。关公他已经被混进是不肖的精灵，就这个寺院的土地没有好业啦，非常的希望会当恢复关公他本来的面目啊！这不是高兴灵验时，那要恢复恐怕是困难百倍啊！遐的人啊！因利用钱财甲官员来往，是看官无看客。你有钱要甲伊买，如果无一定会买你嘞。